店员，来来，我看你的鱼，太小了啊，都不过是牙缝，怎么可能够呢？换两个大鱼好不好？大一点的没有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位美丽的店员将会给他换多少倍的大鱼啊？这个，哇，够大啊！来，请你吃吃。喂，这是怎么还有头？店员，我发现了一个细节，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。刚刚你拿了一整桶，我都看见，大家看到，那他也看见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挺开心的，全家桶送给他好吗？来吧，全家桶送给你。大家看到了没有？我们的白朋友就是特别的聪明，特别的可爱。好了，一段欢乐的时光过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加精彩的环节送给大家。下面呢，我们大家把目光放在舞台正中央，精彩时刻马上来临。这位就是啊，又给我们大家送了一朵非常大的水花，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祝福性的意义。精彩不断，挑战就会不断。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环节，来，让我们继续。经典动作马上来临，这两位出场给我们大家展示出刘向新的身条啊，真是非常的美丽，非常的好看。然而今天我们的表演是越来越精彩，叶皇后也环环环相扣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这些白的白金朋友呢，将集体为大家送上一组气势磅礴的摇友，在这里愿大家生活盛宴，御马逢春，风生水起。
这里呢唯一一个非常低的雪温，这里的雪温呢常年保持在16摄氏度，这里的雪温常年非常的低，但是适合我们北京的生长，对于雪原来说是身体上和心理上极大的挑战，希望大家把这热情掌声送给他们，温暖一下我们雪原的心好吗？一次又一次惊喜带给大家，那么下面这个时刻呢也到了我们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刻，最开心最快的时刻里呢当然也少不了快乐的你们，接下来邀请现场每一位好朋友，大家跟随我们一起来踏入快乐旅程。